来点科学。一个人躺在加大的双人床上，怎么躺都宽敞舒适。不过事实上你并不孤单，因为你的床上少说有200,000只八只脚的超小节肢动物跟你同床共枕。它是尘螨，和一根头发的粗细差不多大小，在生物学上属蛛形纲尘螨科。它可以在10周内繁殖17倍以上，并在它3个多月的寿命里排出比自己重上200倍的粪便。这些数不清的排泄物可以轻易地进入人体呼吸道，引发过敏性疾病。台湾炎热潮湿的气候最适合尘螨生长，对付这些看不见的敌人，干燥和清洁是不二法门。了解它的生物特性之后，用科学方法保卫自己的床铺。